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叫朕来的吗？我？你找朕商讨要事，为何要穿成这副样子？是皇兄我让我穿成这样的。边谎话也不编得像一些。这是皇兄母亲手设计的衣服，让我帮他试穿。他已经去找女画师了，说要把画像画下来，让我在这里等他。那这蜡烛呢？这蜡烛。 他说是要搭配衣服的色调。朕刚才还疑惑，为何是李公公来通知朕，说你有要事要与朕商讨？哎，原来啊，我们俩都被那和蔼可亲的皇祖母给骗了。何为骗？他老人家也是一片苦心，我们这些做儿孙的，竟让他如此费心。难怪他之前跟我说啊，你是头毛驴，<笑>我还觉得奇怪呢。什么毛驴？ 说你是倔毛驴，我是毛驴，那你是什么？我啊，我是野马呀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董小姐，看来朕今夜要在你这儿委屈一晚。 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是委屈啊？哎，我说天气怪凉的，睡地上多不合适啊！你睡这里。我？ 好，好，好，我睡就我睡。反正啊，你是我新圣宫的客人。好位置都被你占了。这是风口，我给你挡风呢。 玉林，玉林，我有要紧的事通报皇上，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。讨厌，左刚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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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幽兰殿那边出事儿了。听着像是幽兰殿啊。 Thank you.
你走吧，你走了，我就可以睡我香甜柔软的床了。玉璃，玉璃，啊，好恶心呐！蹭了我一手哈喇子，啊！玉璃，谁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？我跟他拼命！啊，杨公子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能是谁啊？一大早上的谁啊？来的正好，这是九哥让我给你的。怎么冷不丁的送来这么一个玩意儿？这是九哥特意找人做的，金的，说是只有黄金才能代表他的心。他是同意了，那他为什么不自己送来？还不是你那个快递害的。自从他负责快递之后，整日都在忙，哪有空见你啊？东西我收下了，他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快递的工作会慢慢走上正轨的，叫他不要太辛苦了。等一有时间呢，我就过去看他。娘娘，那就先告辞了。嗯。哼。娘娘，皇上他人呢？还没起床啊？昨天晚上被叫去幽兰殿了。幽兰殿？不可能啊！我昨天明明在这里守夜的。让你这个睡神给我守夜，别把自己丢了就不错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来得太是时候了。娘娘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今天早晨我还在想，昨天晚上那一出，算是让齐生的心计显露无疑了。他迟早是要把江氏扶正的，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为自己打算，不就如同在等死吗？娘娘，那跟这个三角有什么关系啊？九王送了我这个三角，也就是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从现在起我与九王就是同一战线的战友了。朕下了早朝便来看你，你可还好？妾身并无大碍，现在陛下来了，妾身就感觉好很多了。你放心养好身子便可，其他的事情你不必想太多。音乐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便是。这几日我时不常便会难受，看见陛下就会好些，还希望陛下能多抽些空闲到幽兰殿里来看。你既然提了，朕又怎会不来看你呢？妾身说的可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日日如此。这是朕的责任，朕若是拒绝你的要求，倒显得朕是个薄情寡义之人。自音乐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陛下，就知道陛下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现在虽然陛下繁荣之事缠身，但是音乐知道，毕竟陛下与音乐有着这么多年的情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陛下肯来陪着我，妾身就放心了。朕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，明日再来看你。
娘娘，都说财不外泄，咱们还是把这个金子藏起来吧。宝贝儿，这你又不懂了吧？这叫卧薪尝胆，这东西啊，会时刻提醒我的人生目标，做我的指路明灯。娘娘，哦，娘娘，干什么呢？这个灯歪了。朕在你这儿坐会儿，便走。怎么着？昨晚没睡好，跑我这儿补回笼觉来了？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如此夹枪带棒的？对不起啊，皇上。如果你喜欢听那种撒娇妩媚的话呢，麻烦您出门左转幽兰殿去。这个呀，我真不会。朕本来是想向你道歉的，昨晚确实是有要紧的事情，突然离开是迫不得已。你既然如此，朕这就走了。娘娘，你怎么能这样跟皇上说话呀？他心不仁，我还要讲义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小白。处理过伤口，妾身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为何要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？妾身觉得对不起陛下。此话怎讲？臣妾怀了陛下的孩子，太医说已经有三个多月的身孕了。是音乐对不起陛下，妾身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个孩子，就是给陛下添麻烦，所以妾身才想，不如和这个孩子一起死了算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音乐明白，陛下留音乐在这宫中调养，已是极大的恩赐。可如今这个孩子，是所有人都容不下的。你放心，朕定会尽力保全这个孩子。陛下保了他又能如何？他活在这世上只是一个无名无分，连和自己的爹都无法相认的可怜孩子。你放心，既是朕的骨肉，朕定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。若是这孩子真的有了名分，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会不会心里过不去呢？是妾身对不起姐姐，可是这孩子毕竟是妾身的亲生骨肉，妾身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孩子。皇后那里，朕会亲自去说的。听见陛下这么说，妾身才能勉强安下心。你好生休养，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不知陛下明日能否来看妾身和孩子？Thank you.
话。不必通报，朕这就走了。您不进去了？朕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，他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，就让他再无忧快乐的过几日。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汪汪，飞呀，啊啊，飞呀！张太医到。小张，我没叫他呀。娘娘您忘了呀？咱们宫里太医要定期例行为娘娘把脉，看一下可否有隐藏的病症。哦，把他叫进来吧。嗯。张太医，您这边请。哎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嗯。啊。哎。啊。小张，看你这表情，我是不是病得很复杂？恭喜皇后娘娘。娘娘真是喜脉呀！啊！你要说什么呢你？娘娘确实有喜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娘娘，你滚一边冲上去！隔壁这就滚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小张啊，我这个月事啊，向来都不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阴薄阳别，寸脉沉，尺脉浮，鼓动华丽，阴中见阳，又有何调之象？娘娘却是有孕的脉象。为保安全，微臣再给娘娘开副安胎药调养一下啊。你给我滚、啊、好，微臣这就滚。我怎么没有发现呢？难道因为我是男人，没感觉？娘娘，你应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没什么。娘娘真的没什么，是张家托人送来的东西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张家托了城里最好的裁缝专门做的小孩的衣服。张家？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其实娘娘没有怀孕，那张太医是家里买通了才说娘娘怀孕的。什么？我没怀孕。嗯，太好了。哎，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几日游览店又招了太医，家里觉得蹊跷，便暗中托人询问，谁知道江氏那小贱人竟然被诊出了身孕了。江氏怀孕了？
怪皇上前段时间去幽兰殿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忍住啊！就算是打掉了牙齿，也要活着写。我肚里咽。你再说一遍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姜氏。家里人怕姜氏有了身孕便可肆意妄为，于是便收买了张太医，将娘娘也把出席脉了。这样一来，找个机会除掉姜氏的孩子。你们真的太狠了，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呢。娘娘，家里人知道你性子烈，怕事先告诉了您，没准啊你会打到幽兰殿去，到时候再惹得皇上厌弃。以后这种事情千万要与我先商量，假怀孕是正房该干的事吗？到时候玩现了，会不会也伤害到我呀？你赶快去跟夫人传个话，下面我要说的你每句都给我记清楚了。娘娘您说。第一，姜氏肚子里的孩子必须保住，这件事情我另有安排。第二，齐盛不是傻子，赶紧叫家里想办法把我肚子里这个假货名正言顺的拿出去。皇上吉祥。不必多礼，你怀孕的事太医已经告诉朕了。嗯，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，你也知道了，今天早上绿篱啊在我宫门口发羊角风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个宫都知道了。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尽管和内务府提。皇上，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，毕竟那边也需要你啊。你知道了。哎，皇宫就那么大，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，是吧强公公？你这是在说反话吧？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只是那天你的态度令朕实在无法开口。皇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高兴。你高兴什么？我为皇上高兴，为江妹妹高兴，也为我自己高兴。替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？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。皇上，你看哈，如果我跟江妹妹各生一男一女就太好了，将来也是个伴儿，皇上呢也早日儿女双全了，所以啊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。别说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冷落了江妹妹，你就大胆放心的去照顾他啊。娘娘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。齐盛啊，这是在和自己发泄。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？刚才动静那么大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没事儿。娘娘，娘娘，你看这小衣服多可爱呀！可爱，可爱有什么用？您真就不打算自己生一个？我？让我去生孩子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等您真有了孩子呀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哎呀，我这怀孕的消息一传出去，怕是要几家欢喜几家愁了。可不是嘛，姜氏那头呀肯定恨死娘娘了。我说的不是他，姜氏是怎么想的我真的没有心思去猜，只是九王这一次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与他刚立下盟约就马上传出来我怀孕的消息，换作是谁恐怕都难以接受。不行，九王那边还是有必要去见一面的。你去他府上给我传个话，说我要见他。嗯。
总会迷惑，看不到，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原则，清晰的是你轮廓。时光微笑我的被你剥落，靠近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，待到你睡熟依然在忐忑。如果你梦里面从没有我，让我牵挂。